刚从那个云城那边小公司那时候开始，没有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倒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做得起来都很方便。可是那时候我们已经规划到我们以后会人越来越多，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尤其是各部门的主管都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如果不用系统就没有制度，没有制度到时候人多一定会乱，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在人少的时候就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那时候也因缘际会会用鼎鑫的原因，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我也用我之前前公司也是用鼎鑫的，那觉得也不错。然后我的 partner 他们大部分也熟悉鼎鑫的系统，那大家的使用习惯都也觉得不错，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请鼎鑫那边再来帮我们服务一下这样。这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讲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整个成本的控管里面，我们在像以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比较知道我的成本，从 ERP 的系统里面去捞资料的时候比较 detail 可以看到管理上面哪些是需要不足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对我的观就是我在判断整个决策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哪一段的成本很高，那哪一段的人时花费太多，这整个的工厂的管理这边是我觉得对我们公司来讲是帮助很大，尤其是在量产的过程之中。然后这个效应在我们最近才刚开始也在导那个工厂管理的系统，加一套系统进来之后又节省了那个整个生管这边的排程，便是他可以很快就知道我这个工单从第一站到最后站哪一个工单它的直通率多少，就很快就能计算出来，我又减少了人力这样。所以 total 来讲的话，在管理上的话成本又降了很多，然后效率又提高很多，还有我们整个决策的方向的规划都可以从这个系统去看到一些端倪。第一个，我希望我们的研发的速度能够更快一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比较 focus 在研发速度要快，然后服务要好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拼量大，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正向的循环、是我目前我们公司整体的营运跟策略规划上面都是希望用研发的速度来了解，来整个去做一个整个公司的规划。我也觉得你们鼎鑫除了卖系统之外，他办了很多教育训练，其实对我们这些主管包含我的同仁他们受益都蛮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你们来说软体已经不再是软体了，它真的是变成是一种服务、那这个部分的话也会让我们会觉得说从你们的课里面我们才知道别的行业可能他们在想什么，然后他们用了什么东西之后可以让他们的企业会更好。附加价值其实对我来讲光教育训练这个附加价值就还蛮高的。